好，现在这边放了偏极片，然后我把偏极片转弯，转弯开始转转转，就我们发现彩虹。哎，刚刚，哎，现在是左边不见了，再来再转回来，中间不见，右边不见，所以彩虹在每个位置的偏极的方向不一样。好，简简，你们来看一下。